来，中间中间，还有后面那边，我们的摄影机，好，好，左边这边呢，放这边，用新的，加油，加油，要怎么做？哎 ，OK OK， 大家赶快赶快，转一下转一下，稍微移动一下，就左边，三秒钟。记者联访了哈，不好意思，来麻烦一下，来，站一下，站一下 ，OK 吗？好，慢慢回来，对，好。开心吗？体力非常好，有没有一起想抓谁宝宝？顺其自然。哪些都可以，就是健康。就家里，就是未来丰富。其实还是一样，现在就是在拍履历报道，然后希望一直会有新的新机会，然后也可以一直有新的新歌跟大家分享。对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嫁来台湾的，然后老公也在台湾工作，所以我觉得我的主轴或者说我的基地就应该要在台湾，就是应该是老公在哪里，主轴在哪里。当然，因为我也是在发很多新的中文歌曲，跟拍新的戏，跟在拍戏嘛，所以在台湾的话也是很好。就是家里比较会唱歌，老公有没有来帮家里规划一下？一定会的。那你在开始什么？主唱。那其实算是一直的。对，其实我很多的最近的新歌的单曲，其实今年开始，全部都是他配唱的。比如说他非常有名的，等一下就进婚礼啊，你们会感动到哭啊？会吧？会吧？通常女孩子比较会哭。是吗？男生不会哭吗？你看我进来的时候，是长辈牵着我进来，不会哭。好，那等下就进来。然后你们今天想要跟在演出的女生报道了。其实刚开始很紧张，因为我们不是安档戏，那我们也是前一天才会知道说明天到底有没有戏拍，然后其实也不会知道到底会拍到几天。但是呢，我听说陈导演长非常的给力，他好像就跟大家说，希望让大家可以拍戏，然后6点之前放大家去参加婚礼。所以其实我觉得非常感动，非常高兴。因为其实我是履历报道的新成员，那雨辰把这么挺我、塑造过我，然后所有的剧组、演员这样子的力挺，我觉得让我这个外国人觉得，哎，台湾真的是我的家。家是里面啊，但是我们值得你。对对对对，他有没有说要包多少红包给你？他应该要最有诚意的。我说真的，年一哥有没有来，我还真不知道，因为履历报道的。女力报道的演员们就是要看今天戏拍的 ending 在哪里，如果不在宜兰，然后6点才 ending 根本就赶不上，所以还是要看他们拍摄的最后一个地点跟是几点结束。但他们有跟我说，如果赶不到的话都会尽量赶来。因为跟你们看到这边的感情越来越好，那下一个有没有可能是非要的结果？你说戏里面吗？戏外都可以。希望我不懂了哦。戏里面，我觉得紫云跟宽亮机会。对，所以等一下看到后面应该有一些祝福。对啊，我说哎，你们的戏可以咯，已经交往在一起很久了，可以步入到结婚了这样。